这个是陆心穴啊，等于说家嘛，对他们心心非常好，99拍一发14，等于说一瓶才不到十，一瓶不到10块钱。通过调查发现，2022年6月份以来，该公司竟然在小工坊违规生产伪劣保健食品，以网络直播带货的模式进行销售。带货时表述的产品功效为调节免疫功能，增强体质，实则这些产品毫无营养价值，并且生产包装环境简陋，严重危害人体健康。